心谨慎的态度让压抑的爱情变得包容与和谐，但自己的情绪仍然需要调节。团队中的沟通氛围紧张，与领导沟通有压力，投资可能会有意外的收入。月亮一进入摩羯就处于无相位的状态，月亮在摩羯容易让人产生压抑的情绪，现在情绪反而不受任何的影响，可以专注于工作之中，但可能情绪也无法发泄出来。太阳与金星、火星、冥王都产生了强硬的相位，人际关系中表达自我意识的时候比较容易产生挫败感，压力很大，也会容易因为彼此的不了解而产生误会。Bu akşam seminerimizi canlı olarak mobil uygulamamız üzerinden yapıyoruz.